说到王菲的情史，大家都知道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，王菲和窦唯有窦靖童，和李亚彤有李岩。如今48岁的王菲看起来还是非常有气质的，除为王菲和李岩一起，还有友人走在机场。然而李岩也是从小就有先天性唇腭裂，后来通过治疗才有来了改善。王菲携女儿李嫣现身机场，谢霆锋到底喜欢她什么？王菲也是48岁的高龄女人了，难道这么大的年纪还会生孩子吗？网友都表示不能理解，况且谢霆锋年轻帅气，比王菲小了这么多岁，许多网友认为是炒作。不过最后看来，两人确实是真心相爱了。前段时间两人还被拍摄到在日本游玩的照片，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王菲携女儿李嫣现身机场，谢霆锋到底喜欢她什么？这样的王菲确实看起来有点迷人，谢霆锋在择偶的标准上确实和老爸是大相径庭的。